有时间拍。168的黑白给我拿一下。168的黑白直播间没有啊，只有白色跟红色的。那款式都是一样的，你先看一下这个款式，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去拍哦。它是很轻。
48小时之内发货哈，这个鞋穿了会就是可以缓解你的脚臭，还有对你的汗脚非常友好，因为它是所有你们拿到的鞋子，你把它打开，这里面都是有黑色颗粒的，就是活性炭颗粒，它可以吸汗，可以净化，就是可以缓解你的脚臭。我们厂里早就上班了，现在是已经上旺季了，所以他们那个海南那边，去就是这次不是说游轮我也没有参加，因为现在我们本身都很忙，有的时候我要拍视频，所以我也没空。刚才有人就是要看这款哦，这个1580可以看一下，它是有5个颜色是吧？它是男女同款的，有35到47，这双有47的码数可以看一下，但是北方人已经穿不了了，北方穿不了这款了哈，1580的，它这个底呢是爆米花跟气垫的一个结合哈，这个鞋非常适合运动，然后它也比较实在，在外层给你们包了一个橡胶的，很防滑，就爆米花气垫的结合，很适合运动又防滑哦。但是北方不能穿哦，这款1580。这个鞋就女鞋哈，它有女鞋码，所有的女鞋就是有女鞋的码数就可以拍。活性炭那个可以洗的哦，可以洗的。要跑步鞋，我刚才拿着也是可以做跑步鞋，然后这个1295也是可以做跑步鞋，1513也可以做跑步鞋，基本上都是可以做跑步鞋的。然后所有的鞋子就是价格从99到158，你能放心买最贵就是158。批发高今天有活动，就是拍商品，我们直接给你发视频，所以你直接拍商品，到时候你会收到视频哦。马拉松，马拉松跑哪一个哈？马拉松，看一下1513吧，就是冬季款的这一款，也是跑步鞋设计，你可以试一下1513，才138。还有送鞋带，还有送袜子哦。前面中间的就是1513，就是我今天主推的一款鞋子哈，因为它这个面呢是超纤的皮革拼接面，防风防水好拿力。然后这个底呢是后面这个是32毫米的一个气没有，垫只有哈，打开所有的都是灰的。1513，你们就直接看一下，1513我看一下哈，什么都没选。1513，你点一下。1513可以买了。1513可以买了，1513只有白色跟黑红的，现在可以买了，已经做好了。对，批发高，你直接拍商品，你会收到视频哦，拍三发四。批发高买三送一，没错。我7点整的时候下播。1295，仔细看，给你们看一下。好的，可以看一下1295的这个面呢，是一个针织面，然后它是有3层的哈，外层是针织面，然后这个最内里的这个最内里的它是三明治的一个透气网布。然后这个底呢，它是隔餐垫的一个设计，所以它这个鞋拿在手上，其实它是比较实的，它比较防滑，然后这个橡胶部分它也比较沉。然后这款也有女鞋，看一下，现在就有粉色的。说实话。就是今天的女鞋是比较少的，所以你看有看上的款式，有码数就可以拍。买2双平常穿的运动鞋吗？你先看，你看上哪款式，然后我再讲。
1513的一个透气性还可以，因为这上面有这个透气孔，这个地方它是有透气孔的。鞋底硬的，没有鞋底硬的，没有鞋底硬的鞋子哦，就是所有鞋子它鞋底都是比较软的。小白鞋其实有几款纯白的可以做小白鞋，就是1523有一款，然后1513有一款哈，其实都可以考虑，都可以做做小白鞋的。1295就是适合现在穿的哈，北方的秋天穿，南方的冬天穿。便宜的有两款，就是一款就是南方可以穿的1565，它是比较薄的，还有一款就是这个1192，这两款就是只有99块钱。反正鞋子嘛，能拿到就性价比比较高吧。166642码的没有了是吗，东华？我看一下啊、哦。你去看能不能拍下，能拍下的。可以啊。有啊。有。1155给我拿一下。1666就。一个京东黑的色没有吗？有，黑吗？是这样，就一个颜色。可以看一下这款，刚才有人问的。1155看一下，这个下面都是冲的，都是一个氮气的一个气垫款哈。然后这款鞋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鞋头是采用那种歪鞋头设计。其实我们人的脚面是不对称的，所以它的这款鞋子的鞋型设计是比较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哈。主要这个特点就是这个鞋底它是全掌气垫哦。没有半码的鞋子，如果你要44.5的鞋子，你就直接拍45的鞋子哦。1523给我拿一下。这个是1523，可以看一下哈，这个鞋子很轻的。看一下，这个是1523，刚有人问的哦，1513，黑色42的有货的，你直接拍嘛。难道拍完了吗？有啊，这个是1523的，这个鞋面是 KPU 的一个鞋面，然后这个是有35到47的码数都有的哈。这个底呢是 EVA 的，而且它是镂空的一个大底，这个鞋子整体拿起来也是比较轻盈的哈。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哈，48个小时之内发货。爆肯定是真爆米花，放心。1513黑色四色的，你看一下1513黑色四色的有没有，是不是断了？黑红的没有。黑红的没有了是吗？43有啊。42没有。42的没有过了。你可以换个颜色就有呀。订单上显示是7天内发货，但是48个小时之内都会发货的哈，因为那个常规设置是那样子设置的。冬天穿哪个比较好？1513，我今天主推的一个款式，这个好像码数也不多了，有需要就赶紧去拍吧。它这个面呢是超纤皮革面的，以超纤皮革的一个拼接面，防风防水好打理哈。然后这个底呢，这个前面是。这个底的这个前面是爆米花的哦，然后后面爆米花跟那个气垫的一个拼接款，
然后这一外层呢给它弄上了一层橡胶的，所以它又缓冲性好啊，弹性好啊，适合运动哦，然后又很比较软，然后比较防滑哦。在海南穿哪一款？海南啊，海南你一定要拍这一款99的，超划算，好奇心特别好，海南拍这一款的156，而且它防水，很神奇，这个才99哦。我是哪里的？莆田人啊。表嫂还有15分钟就下播了啊！对，我还有14分钟，还有14分钟我就下播了，所以你们有看上的就赶紧去拍吧。1580，给我一下。1580啊，今天问的人比较多哈，但是这款只适合南方人穿，现在北方人是穿不了了哈。这一款它是后面下面是橡胶的，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橡胶爆米花的一个底哈。然后还有气垫款，颜色是很好看，而且是透气的一个飞织面，但是呢就是比较薄哈，北方就不要拍，南方都可以放心拍，都可以穿。我们现在就是南方穿这个鞋子刚刚好哈。皮鞋没有，只有皮革面的运动鞋。那155是吗？这个155，这个155，这个是这个155呢，也是一个就是比较薄的一个款。南方现在，北方现在也穿不了了，只有南方的可以拍这一款哈。下面是全掌气垫的哈。下面是全掌气垫了，然后这上面是透气的一个飞织面哦。红黑是什么型号？你说的是哪一款？啊，这个1513的，这款是1513的型号。1666，给我拿一下。1666这款就是有点仿那个老爹的一个款式，可以看一下，就是跟老爹鞋类似的哈，可以看一下这款鞋子，我是觉得还不错哈，但是北方现在是穿不了了，这一款1513北方可以穿的现在哈，但是它不是加绒款，北方的冬天也穿不了，现在可以穿哈。1295。山东可以穿，哎，我们摄影师就山东的，你告诉大家1295可以穿吗？可以。他前几天刚刚回山东，然后我没有拍视频，就他的原因，因为他回去了。1519，对，因为北方现在基本上你去哪里哈，除非你长期在户外，不然你一般。进店都是暖气，要么在车上，要么在店里啊什么哈，其实也不用穿太好。那刚才有人是问了这一款1519的，这一款呢就是有一个颜色，就是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哦，米黄的，这个颜色好看，刚刚就是，它是那个什么叫这个颜色叫什么？黄松石绿配白，黄松石绿配白底哈，它是这么说的，然后这个面呢是冰丝网的哈，所以这个北方就不要拍了，南方可以拍这个，现在穿刚刚好哈。然后这个底呢是 EVA 的一个底，所以这个鞋子我其实拿在手上，它就是比较轻的那种感觉哈。1295现在没有秒杀，只有1192那款秒杀99，然后价格都不会改，我7点整就下播了哈，反正有买鞋子的，你就这个时候买，其实是，这个时候在我直播间买是最划算的哈。北方冬天穿的，我刚才一直在推荐，就是这款1513的哈，这一款。
1295不能秒，秒不了，只有1292可以秒。129299块钱哈，然后1295真的没有办法秒，它就是128，其实价格也还可以。它这个你拿在手上就是非常实的，轻轻巧巧的。要跑步鞋轻轻巧巧的，我推荐就是1523哈，就是你到时候去北京啊，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穿的。所以1523你们可以去拍哦。鞋底超轻的，就这款吧，1523北方也可以现在穿的。1523强调了哈，第二双。要不我要下播了，我给你们发券吧，你们自己去发个5块钱的券，然后你们自己去买好吧，我就下播了。这个时候在的我发券，你们要券的扣一，我发个5块钱的券。等这么久不容易啊。1565给我看一下，我现在要券的扣一哈，很多是夏季款的，很多是春夏款的，要券的扣一，发5块钱的券。宽脚掌的你是可以拍1295。刚刚有人问这一款，你看一下这款99的哈，就是156599，它是夏春夏款，很薄的哈，如果你开车可以穿。北方是不建议拍的哈。很多人要券，你给大家发一波。给你们发一波券，然后我就下，你们就去拍，拍完了就下播哈。那你做吧，你做券，做了我就发。现在券已经发了哈，在左上角，你们去领券，然后有喜欢的就去吧。上次买41太小，那你这次就拍大姨妈吧。因为有些脚宽的他就需要拍大姨妈，不合适是可以换的哦。我下播了就不会买这些鞋子了，因为这些鞋子就是我为了直播选的这几款。有些人说没拿到券，你再发100张吧。这么快？有些人没有拍，但是他领了券。冬季款就是1523、1192、1513、1295，你们可以拍自己款哦。我所谓的冬季款，就是我们北方的冬，我们南方的冬季，北方的春季、秋季哈。看一下1513，老弟，你给他们看一下，我扫那个。欧优穿在哪里？这个经典款，这个，这个像我家老李手上的就是1513，这一款是经典款，它这个面呢是皮革面，而且是超纤的，所以超纤的它就是非防水哈，耐磨耐超，很好穿，很好搭理，有粘的话你擦一下刷一下都可以。王大佑现在已经没有了。好，现在再发一波优惠券，没有领的赶紧领。好的，发出去了200张。现在券已经发出去了，在左上角，然后可以去领哦。在这个左上角，这个黄黄的。1295它是属于秋冬款的哈，北方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穿得上的哈。1192平时穿42码的就拍42码的，其实你们真的是可以拍，而且这个价格一般只有在我直播间的时候，我自己设置价格才会把价格设置的这么低。是不是你下播他们就买不到？
我下步就买不到，所以你们要买的话，现在赶紧买，先付款，因为我下步的话就会直接把通道都关掉。文旦柚接下来应该不会再卖了，因为今年的坏果率太高了。晚上不加班，要回去吃饭。皮鞋穿十几亿的，这个运动鞋你就拍42的哦。咱买，老李跟他们说怎么买？怎么买？就是在右下角的橙色购物袋哦。右下角这个左边的。四号链接不能再上了哦，已经就卖完了。码数都是标准的运动鞋码，现在7点整我下播，就是有拍的就赶紧去拍了哈。没事啊，你很多这个时候发群，但是很多码已经动。你说的151341
码的和四十码的黑色好像已经断码了，还没有，我正要去吃饭。皮鞋等下次吧，现在今天没有皮鞋。那我现在下播。再一分钟。再一分钟，好，再一分钟。对，这个是七点的，都是基本上都是七点的鞋子哦。刚才人家领导卷一个还没有。1513。喂。刚才我喝的饮料就是16号链接的枇杷膏哦。我喝的就是我们16号链接的枇杷膏。啊，1513，你们闭着眼睛都可以录这款，我就是补推的，肯定都是。可以拿得出手的。码数都是标准的一个运动鞋码哦。孕妇穿哪一种舒适？哎，可以拍1295这一款哈，气垫款的比较防滑，这款比较防滑，而且还可以，孕妇可以拍1295。板鞋今天没有哦。48个小时都会发货，而且今天拍的都有送袜子哦。那下播了。